TVB 男星首谈与钟嘉欣八年地下情，被打压饱受情伤，直言不服气。吴允龙和钟嘉欣2007年因合作电影《十分爱》而擦出火花，这段恋情可以说是圈中公开的秘密。当时的钟嘉欣已经是 TVB 力捧的小花旦，他们不被公司看好，被迫长期处于地下情。不过吴允龙十分理解钟嘉欣，坦言相信对方也有一定的压力，自己当时仅仅只是 nobody。 拍摄《赌城风云》时，吴允龙一个被车撞的镜头足足拍摄了25次，意识过从楼上跳下来差点导致断脚，这些付出都没有人知道。吴允龙称自己并不是抱怨，但是就十分不理解观众的焦点一直放在和某某某谈恋爱上面。时隔多年，两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，钟嘉欣嫁给圈外男友后生活一直十分幸福。对于过去，吴允龙表示当时是很不服气的，但现在自己也成长了。刚刚大结局的《铁拳英雄》中，吴允龙仍备受好评，不少观众都希望吴允龙能够接拍更多的不同角色。